欢迎收看健康新知，你给我三十分钟，我给您健康一生。怀孕10个月了，准备要卸货了，该如何来选择生产方式，对妈妈才是最好的呢？其实科技进步，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自然产、剖腹产之外，还有无痛，还有水中分娩。所以孕妈咪要了解每一个生产方式的优缺点，这样才能够确保宝宝的安全跟妈妈的健康。时下最夯的生产方式大解密，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专家是阿丽森妇产科潘俊亨院长。院长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是，我觉得传宗接代人生大事啊。但是真的妈妈怀孕10个月准备要卸货的时候，这时候她也很担心了。是，到底什么时候该来？对，对不对？该准备些什么包袱要带到医院的，是，对不对？可不可以请院长告诉我们一下？好，现在有些对，第一胎的那个妈妈，她完全没有经验，妈妈很慌，对不对？对，很慌。好，首先我们讲就是，生产的叫做产兆，通常归纳成三这个种类，一个是什么？阵痛，好，一个是什么落红，对，一个是破水，好，但阵痛是最主要的，因为都会有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叫阵痛？其实刚开始并不会太痛，我们只叫做子宫收缩，那当然收缩越强会越痛，所以收缩是紧放紧放这样子，肚子会紧，对不对？哎，收缩硬起来，对不对？然后就放松。对对对，就硬起来放松，好像我们握拳头，对对对，又放松。是。好，那我们阵痛就是说要一阵一阵，这样才算是有效的阵痛。如果一直撑得紧紧的，那个应该叫做紧张了哈，就子宫的肌肉的紧缩而已。是。好，这个是无效的，就不叫阵痛。对，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物理现象，我们要把钉子钉进去是一下子这样进去，你如果一手一直按的按不进去，这个很奇妙哈。好，所以观众朋友，这个阵痛也不是说一开始痛就要来了，对不对？不是，这个要痛到什么程度？你觉得它应该到？因为那个痛的越强度越强的话，就子宫的肌肉受压缩比较短了，比较强，它就会感觉痛的感觉。了解。好，我们一般来讲哈。一个钟头，如果有痛5次，你这大约是10分钟1次，对，就是收缩，哦、OK, 这个收缩不会超过3分钟 ，OK, 好，这样子，它紧不过3分钟就对了，绝对不会，如果超过5分钟，那都不是，那都是算假的，那假的，对不对？假阵痛，对，假痛，好，3分钟，它一定会放松 ，OK, 好，接下来你会说，有10分钟有1次了 ，OK, 要放松。好，放心，刚开始你绝对不会感觉到痛。要这样子，10分钟一次，一般都要再经过4个钟头，你才会真的感觉到好痛好痛。所以它紧了以后还会夹杂的痛着啦。一点痛一点痛， okay, 然后越来越痛，越来长越痛。OK, 好，所以等于是说你的阵痛要有规律的，规律，然后越来越强的。好，我们很简单，就是1个钟头5次，好，10分钟1次，大概是这样。好，好 ，OK, 好，这个就是真正有效的阵痛。阵痛在收缩了。还有一种是有，怎么为什么它开始有点红红的？是。可是跟月经不一样，好像月经刚刚来的那半天初期的时候，好。好，第三种是羊水破了 ，OK, 就是哇，怎么好多水出来，像尿了一样，尿一样，对。好，这个这三种，好，我们讲。阵痛，归心阵痛，其实是大概80%人都会先从阵痛开始。对对对对，但是第二，有些人还没有阵痛，有些落红，落红一点点，落红还好，有时候不太痛就会落红。为什么会落红呢？是因为宝宝头比较下来了，对，然后头摩擦到那个子宫的内膜，那内膜有一点微血管出血。但如果像月经一样很多的血哦，那就不一样了，就表示胎盘剥离了，要快点去，要赶快来了。对对，不能鲜血，那不是鲜血。好吗？所以这个要分辨一下哈。分辨，对。如果是少量的，像月经初期要来第一天的那个样子，对，那个叫做落红。对。大量了，已经一直流出来了，就赶快来医院了。对对，好，好。还第三种是破水，羊水破，其实破水是占少数，大概也只有不到
不到二十分之一的人才会先破水，才会这样破。因为一般哦，其实我们的羊膜是很有韧性的，不容易破吗？不容易破，它很痛很痛的时候才会破水。Okay, 有些人甚至要上产台开十公分的才破水。才破 ，OK。好，如果在还没有阵痛就破水，嗯，就表示是可能是有阴道的细菌或霉菌去感染到那个羊膜，那羊膜就特别脆弱，然后稍微用力或者小孩踢到，就羊水破了。嗯，破水是一定要立刻去医院住院的。所以不要管你有没有痛了，只要一破水就要赶快来医院。好，那这个就是阵痛的一个现象，对不对？那其实破水一般我们来讲就是最都不用选择，还有大量出血这一块，这两个就是一样到医院。对，那来医院之前其实妈妈也要先做好准备，因为一旦进了医院可能就要待产了，就要生了嘛。好，所以妈妈应该在家自己先还不痛的时候做一些什么准备。好，我要告诉各位，现在的其实我们妇产科医学界的每一个医疗机构的妇产科都非常体贴妈妈。哦，真的那么贴心，绝对不用你自己去大包小包的准备，买什么卫生棉、产垫什么都不用，你只要带着健保卡跟身份证就可以了，人过去就可以入住了。你到了医院，每一家的医院妇产科都一套很干净的衣服给你换上来，嗯，哦，包括你诶纸裤啊，什么都有，甚至你住进病房会给你肥皂要洗沐浴乳啊，什么都给你了，就等于我们住到那个饭店的感觉了。对对对，就是这样了。哇，那真的已经很体贴了。是，要不然有时候你半夜如果有提早痛，真的你到哪里去买东西？而且也买不好，买不足，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说，妈妈自己的身份证、健保卡这两样是最重要的。对，可以。还有妈妈手册带着。对对 对, 对, 对，你产检的手册。产检手册手，好，这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她有涂那个指甲油啦，这些怎么办？我是建议各位在。在生产前，生产前，然后你有指甲，做彩绘做得很漂亮啊。哦，过去有一般的指甲油，我们每个产房都准备会帮你卸甲油，卸甲油那可以，可是现在彩绘我们没有办法了。那你懂吗？那一定要说什么用特殊的去去掉。所以其实我们是建议的，其实到八个月以后了，就不要随时指甲不要，好，因为这会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对，在给你麻醉做任何麻醉，一定要给你夹住，看你的血氧量，是的，这是产生一个安全问题。是，好，还有就是这样而已，其他就很简单。好，那到了医院，是，我们要开始做，医院会给我们做什么样子？好，一般我们医院第一个。会告诉你坦诚说明，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在做什么，我们会替你做些什么，是，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好，那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每一家妇产科几乎都是一样的流程吧，对，因为这是一个 SOP， 对啊 ，OK， 也 SOP 哈，这是跟我们跟世界哈，跟意义的话是外国是同步的，好，所以一定是遵守的，而且我们会做的比他们还好，还严格。第一个叫做胎心音监视器，了解，就它会监测宝宝现在心脏，健康无常好不好，就好像我们做心电图，心电图。第二呢，你子宫收缩的程度 ，OK， 还有胎动好不好，然后我们由从这里我们看出，如果宝宝在。而且这个，如果你留下来待产了，对，会两个钟头帮你做一次。做一次，如果发现有那个曲线改变的话，我们会判读是，是一种暂时性的缺氧呢，这时候给氧气，或者是脐带去压到了，对，那个图形不一样，嗯，或者是宝宝本身哦，他受不了这种过程，这种压迫，对，它会下降，我们就会采取矫正啦，各种方法，让它恢复正常。了解，所以两个小时要胎心测一次，是好。那还有就是等妈妈的子宫收缩再强一点，然后要等胎头往下降，开几指，几指这是怎么算？好，我跟你讲，一般哈，第一胎来讲，我们要胎头到后来，大家到38周都发现。胎头在9点多公分，对，医生都会量，对不对？对，好，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用尺去量啊，对啊，一般都戴手套，对，用一个手指头、两个手指头去大概预测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好，到十公分的时候，才会带你上产台去用力，对，好，这十公分各位很简单，可以这么算。有些人问说，那我早上我8点钟到啊，我很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生啊，对不对？对，你家人也想知道，小公也想知道，爸妈也想知道。好，大概的，我讲大概哈，第一胎的那个产妇，好，每2个小时开1公分，哇，所以乘以20个钟头，哦，所以你可以大概算一下，算一下的话，我们医生或者护理人员会告诉你，这个时候啊。也许爸爸，我家可以先去休息一下，先去处理一下，再回来。你放心，好、okay, 哦，是、就是、好，就是所以应该是怎么样？12到24小时，我们讲大概是24小时，就等于一天了嘛。一天，对对。但是你不要担心，嗯，我们24小时，我们分3段，嗯，或者分对前面，嗯8个小时不太会痛，嗯，中间开始才会越来越痛，好，真正最痛其实是后面到4个钟头。了解了。好，所以不是一直都痛了，哦，所以我这个就像副心脏所讲的一样，哈。是，所以其实这个产程的话，第一胎是最久了啦。对。如果你生过以后，那个产程第二胎是减半，然后减半啊。减半，对。所以是以第一胎的速度来算减半，对对对。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可是有的人的体质，他就是很快生，那叫做急产。那是特殊的体质、对啊，有的都来不及到医院，可能在计程车上，在老公的车上，他就可能出来了。所以你一般来讲，还是不会说你没有感觉到阵痛就生了，了解，就是你只要阵痛就到医院，对，绝对是来得及，来得及哈，所以都不用担心，也不用紧张，而且甚至有些妈妈她会先把自己打理好。对，比如说洗头啊、洗澡啊，是，然后再慢慢的、很优雅的来待产，对不对？是。那这个中间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待产的整个流程，对，就会是这样。现在还有在剃毛啊那一些的吗？自然产。好，我跟你讲，其实自然产的话，剃毛是剃会阴周围就可以了，对对对，上面其实不用全部剃。是自然产，它胎头有的妈妈骨盆太小，胎头太大，这怎么办？因为没。上帝设计很妙哦，宝宝的头骨是软的哦，对对，它是个有一个开口，还有对，所以它好像我们现在戴的那个手环哦，它要挤过去嘛，对，一定有一个最宽的地方要挤过去，对对对，这时候我们头可以缩一点，就挤出来，好，就因为这么挤的话，它的我们胎头啊，头皮跟头盖骨中间，对，会有一点会变得突出一点，鼓起来，这鼓起来里面就是有我们的淋巴液汇集出来，所以就变成一个我们就出来会尖尖一颗瘤，对，哦啊出来，所以刚刚出来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头哈会好像尖尖歪歪突突啊，它怎么会好像不好看那么难看？好，那个尤其是阿嬷会很惊讶说，哎，这有没有要紧啊？哦，是怎么样？好，我们叫做产瘤。好，有些人说，哎，是不是医生用吸的给我们吸出来？吸出来的？不会，不是啊。吸，如果到后来因为后期嘛，要快点让它出来的话，会用一个帽子，对，这个塑胶带着，把它套着，那个套出来，那个套子一套出来，顶多1-2分钟而已，不会形成，不会很久，这是应该好几个小时造成的。它在里面，哎，造成好。但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哎，不要去揉它。其实脚恢复率很高，我跟你讲，第二天自然会消，第二天、第三天完全消了。所以你说里面的组织液、淋巴，它就会自己吸收了。对，而且它头型就恢复很漂亮。千万不要因为太非常的疼惜，一直都越揉越肿。哦，就好像我们今天哦脚扭伤，对不对？医生叫你不要去揉哦，你可以冰敷，对不对？一揉越揉刺激它，越这个可以冰敷吗？也不用敷啦，不用，反正就不要管它。对对对，过2-3天它就会消下去，是是是，头型就出来了。对，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又一再叮咛。所以一定要跟阿嬷讲，讲对，婆婆妈妈讲。而且还有很多阿嬷会说，这以后他会不会头脑不好？会。影响到脑力是不是？对啊，会不会他数学不好啊？对
都怪医生，都怪院长，对对对，完全不会了，不会的，不会。好，其实产妇最害怕的，第一个产程不了解之外，那医院都很详细的说明，第二个就是怕痛啊，嗯，现在人真的怕痛怕到一个极限呢。十年前哈，我在生产经验，被要求做无痛分娩的，我们讲，对，制服动脉是当然是自然生产来做嘛，对，好。这大概十分之一，现在大概十分之八、十九都会一来就说我要无痛，我想做好，好，那我们就无痛分娩。好，无痛分娩是做什么呢？我们从背部，对，脊椎嘛，哎，脊椎，但是并不是把针戳到打到脊髓中间哦，是在那个我们脊髓的膜的外面。放一个软管，把它伸进去，把那个麻药放进去，哎，管子放着，然后加一点麻药，这个麻药会让你，哎，你有收缩，把痛觉阻断了，对，但是你还是感觉到收缩，所以有人问说，哎，那我会不会说要生产的时候我不知道用力？对呀，不会，你收缩照样一阵一阵你都感觉得到 ，OK， 节奏都有，但是就是不会痛，不会痛，有节奏就对了。所以现在的妈妈很幸福啊，所以自然生产也不用怕，可是有很多人他都会以为打了无痛以后腰酸背痛都算他的。好，我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对啊，过去没有打无痛，对自然生产的，坦白讲，也产后都有腰酸背痛，对，所有的这是所有的妈妈哈，都会有的啊，真的是，你这个女人真的很辛苦了，对不对？男人就不会，对不对？是啊，是啊。每一个生产过之后，因为你在背的这十个月哦，腰椎就受伤，了解。它生产过程中一阵一阵这样收缩压迫，本身腰椎就是一个很劳累、过度疲劳，就一直在运动，一直在收缩。所有女人腰酸背痛，其实是不例外的，不会说因为。今天我无痛分娩放个软管，就抽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打点滴，生病打点滴，打了又抽出来就好了啊。就那一刹那会有点皮肉痛，其实它都没有去伤到腰椎任何的东西，跟你的酸痛也没关系。对，这是误解。好，所以一般大部分的产妇还是用自然生产，对不对？是，对的。其实自然生产是一个最天然的方式。我们哈在医学上统计的哈，就世界卫生组织，人类。正常的情况下，对，有需要因为生产困难，必须要手术的，是30%。所以正常的剖腹产生产率是30%，是30%。对，所以70%人其实都是都可以自然生。好，可是现在的人好像因为怕痛，不想要那个产程这么长。对，所以很多医生，我相信你的医院也是这样。很多孕妇妈妈都会跟你预约剖腹产的时间，是，对不对？对。那变成现在剖腹产的趴数就是越高了，几乎是一半了。对呀，100%。因为我听到每一个人想要做剖腹产，第一个啦，当然他们有算日子，那个不要说算，对，就是不是在说你是正自然生产过程当中有问题或是有状况才改成剖腹产，是，对不对？他们都是怕痛，哎，对，是。哎，真的，可是这个不自然吗？当然，我们在医学上是不鼓励的。可是问以现在来讲，我们也是都是体贴所有的孕妈咪，体贴妈妈嘛。对，所以到底真的，如果她自然产，在什么时候她会需要用剖腹产？好，第一个。一个是妈妈方面，一个是胎儿方面。我们讲胎儿方面，就是说，生产过程我刚才讲过，我们会随时测宝宝的心跳。如果心跳降到一收缩降到100以下，而且哈矫正没有效，比如说我们帮你换位置啊，还有给氧气没有效，超过半小时。那时候胎儿不太好。对，我们就主动跟你商量。这个情况下，我们建议为了宝宝安全，快点抱出来，好，不要再拖。第二，我刚才讲的，我们24小时自然生会生，他万一生不出来，如果很痛的话，24小时很痛，而且进展都没有，那这就应该了。我们讲第三，胎位不正，你头在上面，屁股在下面。应该要头下，不是头下，然后就头把它铲到挤出来这样子，对，你屁股在下面，它不能挤啊，因为对，而且万一就出来之后呢，你挤带出来了，头还在里面，那挤带是不是压到，对，会危险，会窒息，好，这胎位就 OK 了。第二，破水太久了 ，OK，
超过多久叫久？超过18个钟头。好，因为什么？容易感染，因为阴道我们、已经开了，没办法消毒。对对对，阴道的细菌会逆行上去，会造成小孩子跟、所以等于是你破水18个小时之内一定要生完就对了。对，应该是这样。OK， 好，就这个情况下，而且羊水有胎变了，万一孩子宝宝解胎变了，解胎变表示什么？困，宝宝有很难过，已经在用，很难过，不舒服了。对啊，我们有一句话说啊，讲个臭晒的，所以孩子已经有很难过才会胎变出来，对不对？才会胎变嘛，因为肛门才会张开嘛。哎，所以正常的话，孩子在胎羊水里面都不会胎变的，不会的，都出来以后。才胎才解，或者出来24小时内，它自然会解胎。了解了，所以有以上这四种因素，对，可能妈妈就不能自然生产，慢慢来了，对不对？对对，就要赶快转成剖腹产。对对对，是的。好，那妈妈的因素是什么？好，第一个我们说大出血。OK， 了解。胎盘是血压一直掉了，生出来之后，我们才把胎盘剪掉。可是胎盘在剥离啊，可宝宝在里面大出血，第一个宝宝缺氧，对，第二妈妈会。失血过多，过多会危险，没错、还有什么？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因为高龄的子癫高前高血压，对，这妈妈会有中风的危险哦。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我们会先给降血压的药。可是有些是没效，了解了。那有需要就可以的，了解是。第二就长一些皮肤尖端湿疣在阴道，或者是有一些感染，或者是阴道附近，这个时候。宝宝如果出来的话，会先天性的这个易过就不好。所以妈妈是这三种因素，等于是说妈妈的出血量太大了，血压太高，这些会危及妈妈生命。对对对，还有宝宝的问题，对，就需要看剖腹产。是好，所以其实医院长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院长说现在的开刀技术也很厉害，是，对不对？第一个都不痛啦，第一个开横的。开横的、就是开我们的体毛上面一点，有时候甚至看不太见，所以很低哎，很低。以前是开在肚子上面，而且现在几乎都用美容线，不用拆线，所以免得拆线很美观，很美观，很漂亮。所以而且现在伤口也都开得很小 ，OK 哦，又小，然后又低，对，然后又美观。30年前哦，都开直直的啊，我好像拉链一样，哎，而且呢。开直的，过去说最多只能开2个，再多3个。对，现在我曾经开过6个，开横的。都剖腹的、啊。对，不会裂开。好。以前是怕，不是肚皮哦，怕子宫裂开，现在不会。我身边最近有很多朋友去生产剖腹产，他们都说有一种叫做腹膜外，是剖腹产。剖腹产不就剖腹产吗？还分了那么多个啊？好，我现在先讲哈，第一个关键，第一个腹膜外跟腹膜内同样一个伤口。是一样的开法。我们从一样开横的，然后从皮肤进去，是跟到从皮肤，然后到那个皮肤好进去，然后到脂肪层，下去就是腹膜了。是好，在腹膜的时候，腹膜外是开到比较下面膀胱的地方。OK， 把膀胱玻璃从那边进入。是这样啊，然后把小孩拿出来。好，那腹膜内就是直接开到腹膜，就从上面就直接拿出来。这两种都是可以，也一样的。然后在缝合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伤口同一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我们在大概20年前，本来开始还是腹膜内，就是传统的。传统。那20年前，有一种情况，这腹膜开比较低的话，第一个当天就可以吃饭，说可以避免粘连，确实有这个好处。OK， 好，可是流行一阵子之后，开始是怎么？第一个，那个麻醉又进步了。OK， 以前为什么说我们要等放屁？活个2-3天，是因为我们以前的麻醉要一麻醉以后，肠子都跟麻醉就休息了，你要等肠子醒过来，你要不然你吃了会吐。那现在的麻醉，你早上开刀一样，晚上就可以吃饭，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了，是麻醉的进步了，对，进步了。第二呢，比较不会感染，感染，可是现在抗生素又更好的，所以也没有所谓感染，也不会怕感染。好，那所以现在，然后后来我们就有防粘连了，所以也不会粘连了。
好，所以因为这样的话，以后就不流行了。对。但还有一个情况，为什么现在所有医学中心，都不做，不做护膜？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医学中心讲，既然已经没有特别的好处了，那你就直接为什么你开传统的护膜内的会快？就说我已经大出血了，紧急拿出来。对，就不要再去在缝下面，因为后来发现。因为有时候在下面缝很急的时候，膀胱会撕裂，会弄破膀胱，要补膀胱，你本来就住院，更花时间，然后尿管又放比较久，了解了，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所以说，不过也是另外一个选择，但可以跟医生商量，了解了，好这样子，是，所以其实这些就是一些生产的方式，那还有就是水中生产，院长你是不是也听过？好，我跟你讲，好，水中生产是另外一个怎么讲？一个选择啦，一个花样的选择啦。是。那理由来自哪里？就是说啊，我们人从以后像鱼啊，我们生出来在太阳生出来的时候是，我们就在羊水里面羊水拉出来，对，他想要在那个环境下塑造成羊水。好，我告诉你，但是这不是正统的医疗啦。这样懂我意思吗？了解。因为我们从海洋登陆到陆地，爬虫类一直到这，演变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设备，那你可以每一个，比如一脚一出来，羊水呛到，快点吸羊水。对，了解。你懂意思吗？那有些人在又想到说，我想要回入到另外一种一种情调的抉择啦，我这样出来，可出来之后其实还是一样的，不可能让小孩在里面游泳了，反正就马上要抱出来。而且如果有气到水要洗干净，是一种，这个在正统医学上哈是，医学中心啊不鼓励这样做，但是有些人觉得我这个体验非常好，非常给一个经验，一辈子留下很好的回忆，我是这样子做。但是我想不管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平安都是要安全对不对？对，是，而且你可以跟医生做好很好的一个沟通，医生也会依照妈妈跟胎儿的状况来选择一个最适合他们的一个生产方式，所以没有说哪一种方法就说一定最好，终究平安就是最好的方法。是，今天真的很谢谢院长。我想真的啦，出现产兆其实是一件既紧张又兴奋的事情，但是所有的孕妈咪预先做好准备，学会放松心情，其实各位孕妈咪准备好了吗？你就要迎接你的小宝贝了。谢谢你的收看，健康新知，祝你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会。